谢谢林雅婷，不知道会不会平手呢？也唱到好像有一点感动哦。怎么了？他说这个歌很可怜呢，怎么情绪很满啊？想到谁？想到阿宙。阿宙，阿宙哦，阿宙是阿妈的妈妈的呢。对，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他们都在外面工作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阿宙在带，这样哇，感情特别深。特别深奥。那你刚刚在台下不是这样讲的呢？好，我说你想到谁？听他说什么？隔壁邻居。想到隔壁邻居啊。隔壁邻居。OK， 因为觉得讲自己太，他稍微收敛了一下。对，大家稍微哈调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雅文老师，可以了吗？好，请雅文老师讲评。我觉得雅婷这首歌曲很有画面，然后到达了最后。你情绪满到整个那个眼眶都红了，有哽咽的感觉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丽的 ending。一首感人的歌，要怎样有画面，让人看到画过去的整个画面都是 MV。你整首歌唱出来就是 MV 的画面，而不是只单单看到你站在这里。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歌者该予听歌的人的一种感受。哦，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觉得哇，做大戏嘛，对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了，所以这首歌就是适合你唱，这就是选对歌了，然后这就是你灌入的感情，是入歌的，你有入歌那个感觉，我觉得非常好，真的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有时候 PK 是这样，两个人紧张哦，就是各会有一点点的小失误，但是今天你们两位是都唱得很好。好，就是这不一样。我觉得今天两位带来的歌曲，我觉得都是水准之上。那我先讲雅婷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好好听，太美了。谢谢老师。这首歌的重点是副歌嘛，哈。那你一开口，哇，那个声音真美，然后就是直接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声音出来了。
整首歌的感情啊，轻重的安排，你都有自己的很有味道的一个表演，好，所以我也非常喜欢，好，谢谢老师。